coverage of Tim, but he's now under the cosh. Still under the cosh. He could still win the point, you know. He could. He could still win it. What a rally! Yes! 甩不出来力量和旋转。许昕再来，卷。好的，吸短。哎呀，哦，漂亮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许昕的这个正手拉球，实际上和水谷隼他有是，也叫一拼到底。好的，哎呦，漂亮！拉球都带有侧旋。并且啊，这个弧线是贴网而过。Oh, you devil! You dare not do that! Oh man! Lots of heavy side spin on that, but look at this.中国乒协和中国棒球队，我们在国际比赛中都进行交流，就是以后我们怎么合作，怎么共同训练，那我们一起商量，回国以后我们有汇报。那么中国乒梁宪英发球，哎呦，许昕这球接的太好了。哦，这个。看到这个世界冠军和我们谁是球王中的六个啊最新的民间看，另外呢，现在世界青奥会啊在南京正在举行，中央电。11-6, the game.
Rice, my lad. Watch this. 哎呀呀！我们刚才有这个网友强烈要求说，让我们的帅气主播替他表白周凯。我们的这个主播好，这边先来关注球台，这边持续的一个对拉球，而且这个球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啊！现场也是呼声一片，好球！这边许昕持续的反手，而这边周凯这边是正手的好球，这球持续了大概漂亮。现在许昕已经走出花园，漂亮！这球许昕依旧是能够救回来，而周凯持续的是在属于。因为马龙他其实打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感觉到他是比较沉稳的，所以看到这样的动作，漂亮，嗯，球，我的，球呢？他直接的看到来球，哇，这个难度很高哦！直接打向呢他的右边呢、啊，冲的时候也是很饱满。好球，漂亮漂亮，这个球。